今日，
要求政府来建立啊，所以啊，看，伊九月初二宣布啦，哎，拄啊好九月初二是马卡斯发布，第二点要求政府来就代表联军，迄边话来发布，啊，所以只能会聊着，甲伊得着都是同一个情况，拄啊拢是一模一样的吼。啊，只来看这是这个华人迄边提供的啊，这个这一点一点红色的，这就是迄当时。乌子林发动起义，吼、哦，起义成功，吼、哦，遐大小城市，差不多大小城市，遐全部人拢都起义占领起来吼、哦。啊，所以呢，这段历史这部分呢，是外人这个近代史，或者是讲你若去外人旅游佚佗的时阵呢，你若注意到，伊个大城市一定是条路名，叫做八月革命大队，八月革命大队，伊就是记了。起业这件代志哦，两礼拜之间就算起义成功哦。啊，然后后壁这张图呢，这是迄当时马加索真正要求蒋介石代表联军进入越南，啊，蒋介石就派二十万个军队分部分兵来掠吼，进入这个越南吼。咱即摆看这是迄当时北平呢，就是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伊个军队去越南的路线，伊个南边吼，英国军队去的。因为占领越南的这个路线，啊，这个蒋介石派二十万军队去到越南，发生什么代志？后来，迄二十万的军队佫走去倒位？啊，咱即下来看下吼。迄当时蒋介石叫这个卢汉吼，军旁边一个将军，然后伊下骹手的一个将军叫卢汉，卢汉呢，带人领二十万军队。啊！你再看这相片，就是这这卖国民党提供的资料吼。越南迄个国民党的迄个军队呢，去那个海防，伊阿外兵阅兵呢。啊！这后壁都有看蒋介石、蒋迄个孙文的相片，还有孙文相。啊！这是这个部队，啊！伊个部队要进入这个河南的相片吼。啊！这嘛是这是呢部队伊阿一个啊。一挂嘛，咧准备进入这个河南的境内吼。啊，这张相片呢，这是这个乌子林，中市乌子林边啊，这位是啥物人？啊，过来看卖。啊，何应钦呐，啊，这何应钦，这何应钦嘛来台湾接受日本的党，伊嘛去越南嘛，哦，那就是。联军统帅嘛，他是要求蒋介石啊，蒋介石伊阁派伊个下骹个将军去执行接收日本军投降个时阵就对啊。所以何应钦嘛去越南哦，啊个相片了嘛是别人去提供哦。啊，即、這个中国啊，即个边仔呢，去你甲越南河内了呢，发生啥物代志？发生几啊件代志哦。当伊只部队呢？迄边就甲当初是来台湾遐兵啊同款啦，纪律无好啦，吼、哦，啊，再来即个无守规矩啦，吼、哦，啊，食物件无要共付钱啦，吼、哦，啊，再来炸传染病迄边啦，吼、哦，引起当地人着真大个反弹啦，啊，再来上要紧的是，即个军队迄边了呢，蒋介石甲越南迄边甲胡志明讲，讲我即个二十万个军队迄边呢。要吃、要穿、要用，拢爱你买单。我讲这二十万兵啊，不是讲数空气就会活的，哦，嘛爱食物件，嘛爱穿衫的，哦，啊，遐吃、穿的、用的物件要阮对来。当然，你越南爱买单啊，由你越南这提供啊，哦，啊，所以呢，伊就强迫投资，讲你爱把你遐物资交出来，哦，啊，当然，这个迄当时呢，越南的拄啊战争结束，啊，过来。已经连续几啊冬吼，农作物收成无好啦，饥荒发生饥荒吼，所以农作物收成无好。啊，再来，咱正越南南边咧，迄、那个湄公河山甲珠湄公河山合作咧，算是大土产咧，足侪土壤拢是伫遐生产的咧。但是伊南北，佮交通佮断去吼，南部米佮无落袂去北部，南国种种的无方便咧，哦，就是造成北方咧欠粮食啦，粮食已经无啥够。啊！即摆你蒋介石来了，要要求安怎？要求讲，互我付大批的这粮食给你。哦，表面上讲我二十万的军队要吃穿啊，但实际上是多多预算啊，会当退就尽量退啦。哦，
伊摕较侪文书要创啥？啊，我好应付伊个内政啊。伊迄当时国民党甲共产党同咧扯平嘛，哦，中国咧发生内政个，爱较侪资源个呀。所以就去北上，利用这个机会去抢夺越南迄边个资源就对啦。啊，其实即个情形甲伫台湾嘛同款啊。你看迄当时中国人来咱台湾是嘛是啦，哦，咱个像咱个。咱这个米吼，所有资源嘛是拢甲你运向中国啊，通拍个内政啊，哦，啊，所以我嘛常听阮阿公阿妈咧讲，若古早个时阵，日本时代，当时米拢嘛有够食，拢有够通用啊，吼，毋是有够食尔，是讲有够通用啊，吼，诶，啊，即个，但是呢，战争结束了，煞变倒无米通食，咱就爱食咸食咸苦，吼，咸食咸，是安怎？啊，米。同啦，人嘛，遐资源拢有运去中国啊，吼、哦，啊，则造成咱台湾的物价起飞，吼、哦，啊，这嘛是后来发生奇迹般，吼、哦，诶，即个革命也是起义，真重要是经济因素之一啦，啊、哦，物价起飞嘛，你有即物价即个通货膨胀啊，所以后来咱即摆用新台票，你较早咱用旧台票咧，啊，咱旧台票换新台票，偌济换。嘿，咱在座同乡，大家拢真了解，四万换一块啦，四万八才偌恐怖呢。各位，咱即摆若食一个便当，差不多五十块至六十块啦吼，一个便当五十块啦。啊，你若四万八变偌济？变两百万呢？你食一个便当，讲爱两百万啦。在座同乡，你当买几粒便当？你我都买几粒便当？嘿。有个人含一只都买袂起呢，啊，咱讲变乞食，吼、哦，你厝甲卖卖，有个人厝内卖，可嘛买无一粒便当呢，啊，较好个可能买一两粒个，啊，一两粒食了就一两粒都无安尼，所以咱当然嘛爱起，嘛爱革命，哦，所以，迄当时会发生疫病，甲即个经济因素嘛有关系，啊，伫越南嘛同款呢，伊去甲越南嘛是要抢夺你个粮食，抢夺你个资源，通运转去中国，啊、哦。啊！结果人越南已经都无够物件通食，伊阁要要求人爱付出大批个粮食、大批个资源，啊嘛无大啊！迄当时，人刀吼，就甲你压伫你个即个颔骨啊，吼，甲你拄伫颔骨啊咧，你无交出嘛就袂使咧，吼、哦。啊，所以呢，迄当时个即个胡志明呢，伊嘛无大，只要下令，吼、哦，全国个越南人爱甲粮食交出。包括蒋介石啦，吼，甚至甲厝内有金仔个、有珠宝个，慢慢交出来，通交予蒋介石啦。啊无吼，伊二十万个大军呢，啊，迄当时越南甲军队，越南迄当时敢游击队尔呢，吼、哦，拢敢游击队，也无正规军啊。因为呢，伫即个蒋介石军队迄个进程吼，伫四抗年代1940甲四抗之间呢，是越南是即、這个。日本甲法国共同治理越南，啊，伫遐佫较早之前呢，越南是法国个殖民地，是法国人伫管个吼。所以越南人伊家己无军队啊，伊就计是干遐游击队尔，吼、哦。啊，所以呢，即、這个伊越大只好甲遐粮食交出来，啊，交出来越南人就无物件通好食嘞，啊，无物件通食嘛，枵死啊。所以因为安尼呢，干只枵死个人，外地人都包括伊看觅。有人知影无？台湾两百万对，根据越南迄边个官方个统计，两百万人因为安尼呢，无物件通食，通了死。啊，咱再看张相片，这就是迄当时个相片吼。即个人已经腰杆去努力，就要枵死啊！吼，啊，再来像这呢，迄当时个越南个遐农村个农民呢，做穑人呢，伊无物件通食，只好一体。去街仔路做乞食，迄人分啊，啊分嘛分无物件，所以后来枵死啊，只啊坐枵死伫路边，哦，较好有呢，人佫甲伊捡一袋啊，捡伫个车顶捡一袋，佫甲用草席仔个扛摕一袋，啊若较歹有呢，草席仔用剩无够通用吼，你着放伫路边吼烂，烂烂个了放做个像这要死个骨头，哦，两百万人枵死呢，伫迄当时。诶，越南差不多一两成诶人枵死诶，啊！你看，蒋介石伊这人恶是人无恶是，
去遐无固定人，外人就无够物通食，硬要甲你抢夺遐粮食，所以造成200万人的粮食。过来，伊毋呐要抢夺你粮食尔，伊阁安怎？伊阁讲吼，你胡志明啊，你胡志明啊，你骹手来遮咩？吼、哦，骹手太紧啊！你未就未敢成立外人粮食政府，阁还宣布外人独立，你害我拢无机会呢，什么款机会？吼、哦，本来。蒋介石想讲吼，讓我出兵来，中华来吃起来，我变做我中华民国的另外一个姓拄啊起来，哦，变做中华民国的人姓了吼。啊，想袂到伊即部去特工啊，迄个胡志明看出出的，看现现，人讲吼去嘴食米粉的吼，看现现的，哦，啊，迄个胡志明发觉袂阴谋的，所以呢，胡志明真紧就成立这个临时政府。啊，咱即下来用即个角度来讲，用现初始角度来讲，迄当时胡志明成立的即个临时政府的，就亲像啥？伊就亲像即摆台湾的政府共款的，啊，就是伊就先成立落去嘛，哦，伊安尼之后是个对口的单位啊，你外来的即个政权来，你才会即个蒋介石才会过来，才袂当输在伊的心愿，输在国别来的人转来的，啊，所以呢。即、这个蒋介石的，我真无客气的，我真无客气的吼。伊就讲安尼啦，既然吼、哦，你都成立外人政府啊，无安尼啦，你啊政府内个遐个官员，遐个国会议员的粮食一半还释放出来，粮食我释放出来，啊要怎？吼、哦，亲蒋介石遐个外干呐，遐个外人呐，因为蒋介石伊嘛当地的外人哦，培养一批。即、这个虽然是越南人，可是较亲中诶，较亲蒋介石诶吼。伊有扶持一个叫做越南国民党，哦，所以越南遐嘛国民党较早人即卖无啦，较早嘛一个越南国民党，迄个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诶扶持吼。啊，所以人家讲吼，安尼你即个内阁诶阁员呐吼，即个议会议员呢，扭出来，议员呐，要干涉越南诶代志。要甲越南政府呢，甲当作是家里人啊，是啊，家里政权啊，要扶持越南家里政权啊，所以伊就咧介入这个越南的这代。啊，当然，现在胡志明角度来讲，吓，这不得了呢。你粮食也甲抢去，输啊，甲抢去，过来要甲介入内政，哇，啊，我著变你家里人啊咧，吼，变你可以政权啊咧，啊，人家我咧甲推翻掉，越南就变你吓咧，因为。在古长的历史上呢，越南过去把予中国统治足久的，直接统治一千冬啦。啊，后来独立了呢，嘛是几啊届吼，当若中国较强的，就派兵去拍越南，就甲占起来。哦，啊，若中国较弱的，伊就去予拍倒去。哦，来拍来拍去对吼。啊，所以呢，胡志明想看安尼要安怎？所以咱看这是越南迄种的博物馆吼，叫北游会。哦，伊即摆画画即个吼，胡志明伫遐国军啊吼，伫遐思考讲吼，啊若也是安尼要安怎？各位，你甲即个时空掠到1945年，你也想讲，若迄当阵是你啊，你若是胡志明，你要安怎？你要哪处理蒋介石？伊有二十万个军队呢，你若无听话，莫讲伊用军队甲你翕啊，伊就派几啊杀手甲你胡志明暗杀掉就好啊。啊，即个代志对。中国人来讲也是啥物小代志啊！哦，过去呢，革命党不是暗杀来暗杀去，这是作数上的代志咧。哦，那是你那边怎？哦，真好，嘿，咱将这个东西讲啊，真个结合次要的敌人来打击主要的敌人。哦，这中国人嘛咧讲，讲结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啊，伊主要敌人啥？蒋介石啊，中国人啊。啊！伊次要敌人是啥？法国啊，包括日本也是啊。也着迄当时日本吼，蒋介石因为来接收日本军的头衔，其实伫外人遐是日本军吼，毛为人白见吼，蒋介石遐好康个，因为接收伊遐武器拢变因下啊，拢用中国讲骗去啊。所以为一部分是私底下把遐武器呢交予外人的即、這个游击队对啊，伊就袂瘾互蒋介石啊。包括听讲进前台湾也是呢，战后的时阵，迄当时，吼一寡即个日本的军人啊，伊无想要投降的啊，
啊，伊嘛私底下问咱台湾的高人，讲啊，你有要独立无？你若袂，我则武器互你。包括即我之前听即、這个，咱较早嘛真有名，二二八以后发生迄、那个台湾嘛起来抵抗嘛，有组一个二七部队啊，二七部队吼，迄、那个部队长的迄个蒋义人啊，蒋义人，蒋义人啊，吼，伊嘛讲啊，迄当时日本人嘛讲，嘛摕地图互伊来讲，伊队有藏武器啊，叫伊老师来去摕啊，吼、哦，因为一寡伫山区内底有藏一寡武器。伊无想要把遐物件拢交互遐中国人就对啊吼，但是可惜迄当时的台湾人咧都无志明即款人咧，吼、哦、无人敢有迄勇气啊，吼、哦、啊咱再过来看，啊所以迄当时吴志明就想一步安尼啊，来利用法国人，吼、哦、甲中国人的矛盾，利用即种国际的矛盾咧来达成伊越南的目的，啊是怎款的矛盾咧？咱知影吼。1945年以前的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是后来因为日本人要占领东南亚，用东南亚做基地，强要拍中国吼，所以伫1940年才迄个到越南，啊，尾啊1945年之间呢，甲法国共治吼，共同治理这个越南吼，所以呢，法国人嘛真希望讲，啊，即马战争都结束啊，日本人战败啊，啊，日本人走，应该我爱继续等来统治越南。哦、所以呢，这个吴志明就用苦肉计啊，用这个苦肉计啊，伊、哦、就私底下找法国人讲，讲吼、哦，你若会当帮助我，把蒋介石赶走的吼，我欢迎你法国继续回来统治越南，我越南呢愿意加入你法国帮的，吼、哦，加入你 French 的帮的一部分，吼、哦，但是我爱有自治的权利。我会当自治，我嘛会当有家己军队有独立的财政，但是我欢迎你回来，你会当派15000的部队回来取代蒋介石迄200000的部队，伊就当条件就对了吼。啊，这个，我咧法国遐咧，伊嘛讲，听听啦，听啦，袂歹咧，医生，安尼有机会哦，会当继续回来统治越南。所以呢，法国就阁派代表去甲蒋介石谈，就讲安尼啦，你呢？只要讲你本来就爱走啊，因为你的任务是来越南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尔嘛。只要日本军拢投降了啊，你的任务结束啊。啊，任务结束，你本来就应该走啊呢。你即摆若欢喜甘愿、心甘情愿，吼、哦，快快乐乐的走呢，我加送你一个礼物，就是呢，过去法国甲中国签的遐不平等的条约，遐无平等的代志，遐啥物租界啦，有诶无诶吼，拢行哩。啊，拢好好诶，吼、哦！啊，蒋介石听听吼，哎呀，嘛袂歹呢，吼、哦，会当收诶，遐租界，啊，搁咱把一寡无平等诶条拢啊，好好诶，顺拄出，安尼嘛袂歹呢。伊会当特殊上写讲好，伊是民族英雄诶，讲外流拄外流呢，哎，伊嘛感觉安尼袂歹。搁来伊想讲，啊，这200000诶军队，放伫越南，吼、哦，拍算呢，伊咧需要调转去中国拍内战呢，无即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呢，愈来愈嚣迈咧。哦，所以呢，后来蒋介石嘛答应，啊、哦，所以双方拢达成条件，所以蒋介石呢，才为1946年越南撤军，为中国撤军吼，啊，这个接续中就是法国派15000的军队进入去越南，啊，当然这个法国呢，但是这个吴志明敢真正真心希望越南成做这个法国的殖民地。那是法度的法度啦，吼，那是苦肉计啦，吼，不得已的吼。啊，所以呢，当法国去了呢，伊就阁开始展开着游击战，吼，所以从1946到1954，这嘛做名，越南人伫抗战、对抗法国吼，拍游击队的时阵吼，伊的想法是讲吼，反正你法国希望军队较少嘛，过来，你法国呢，你要补给较远啊，你较刁远啊，你欧洲呢？哦，你母国个欧洲诶，你要派兵来，你嘛爱足久个时间个，吼、哦。啊，但是中国拄啊伫边啊尔咧，厝边尔咧，行两步就当来，拢免船，嘛免坐飞机咧，两支脚步咧，伊军队就当来啊咧。哦，啊你法国来搁坐船坐飞机咧，哦，所以就想用安尼，哦，所以呢，即、這个后来呢，一直到1954年迄段时间，越南去拍即个战争。啊，咱即摆看下即个相片咧，即就是1946年3月初日的时阵咧，
越南甲法国的代表签下这个留学生入商协定，就是迄当时啊，吴志玲考虑着讲吼，要愿意加入法国军队，吼，迄当时私下签这个约就对了，吼。啊，当然，迄伫迄个时阵呢，吴志玲迄方面较臭头啦，啊，你太会真无简单，越南才宣布独立名，啊，你太会佫愿意甲越南让出来，让予法国人来，当然这是无法度的。但是这个未使公开讲，哦，所以有一段时间吼，嘛是吼，吼骂做是别人的这个的压干就对了吼。当然到尾啊，咱即卖历史上这个，伊是法度的一个法度吼。啊，咱拄则讲的这历史呢，伫越南的教科书拢有写，啊，这历史啊，第十五册啊，伊超过高三，连这历史教科书呢，拢有讲的，哦，连这呢吼。即第三章，吼，1945到1946迄当时的越南的历史，吼，嘿，爱只，吼，历史，吼，历史，嘿，爱讲哦，为186度以上呢，越南的北边呢，蒋介石有派200,000的军队来占呢，啊，所以咱对咱讲的遐呢，大多数伫教科书拢唔写，啊，当然，佫一部分话是咱可以做电影调查，吼，的内容，吼，啊，所以呢。基本上，越南人伊若读到高中了嘞，读到高中毕业，伊一定知影蒋介石这个人。啊，伫越南人的心目中，各位，蒋介石是好人、歹人？歹人，当然嘛是歹人。啊，中国国民党是好党啊，歹党？对越南人来讲，当然歹党。你感觉讲，哎，就是野心是要霸占越南的嘛？唔啦，安尼尔嘞。这个蒋介石佫曾经甲吴志玲关过。甲关一冬啊，关伫广西啦。啊，是安怎来关吴志玲？因为吴志玲迄当时呢，啊，去世界各国交配吼，啊，希望争取到世界各国的支持，来好革命吼，要推翻这个法国的殖民统治。啊，有一届嘛是去中国，伊要去中国找包括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希望中国人也甲支持，帮助越南独立落去啊。啊！迄个广西迄种国民党要不要掠？因为国民党怀疑讲，哎，这人怪怪，这人敢若要不要，敢若是共产党诶，所以甲扣起来，扣起来打人，啊，关伊十几日，吼，拢重症后头关一单，吼，啊，关伊一单当中呢，当然伊做是真侪不正当诶待遇诶，甲阿扁也真差不多诶，吼，啊，所以当时呢，伊用关伊一单嘛是呢，关伊甲变三级落去，啊，规身躯当病啊。哦，啊，好甲再尾后放出来，哦，尾后好甲再又放出来吼、哦。啊，若无去关咧，吴志玲也死吼，可能改变着越南近代历史啦。好甲再，伊命大吼，无死吼，啊，所以呢，伊对着这個中国的经验呢非常清楚。伊知影中国人呢，尤其是国民党甲共产党，伊头壳甲你想啥，伊真知影。所以你看，当这个战后。蒋介石派200,000军队去伊个，伊就虽然讲啊，这绝对吼是敌人啊，绝对来去伊无想要走个，毋是祖国啦，无像咱台湾人吼，迄当时咱台湾佫戆戆个，对中国经验无够，所以当战争结束个时阵呢，按讲啥物祖国来啊，吼讲台湾戆戆嘛，咱台湾人戆戆，想讲讲拢是真个呢，结果也无去甲怀疑讲，哎，泡影。伊是根据啥物货来台湾？哦，咱拢无去甲怀疑，就是个，因为咱对中国太清楚个。因伫日本统治个时阵呢，咱对中国经验伤少，无了解，毋知影中国伊自从即个19世纪尾期到20世纪初以后呢，伊个变化太大个。哦，啊对中国无了解，所以咱产生一种幻想，想讲个，会啊因是祖国来救人。哦，但是咱越南伊也足清楚，伊知影讲这200,000人归去来呢，无好康个啊，爱紧甲赶走。所以当时咱台湾人呢，其实咱伫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咱会当像吴志玲安尼，虽有咱做台湾临时政府，哦，啊然后接续嘞，看是宣布独立，还是要求美国托管，还是安怎嘞？我想，咱袂像即摆遮衰啦，吼，迄个中国人管啦，吼，啊，即个法度咧，
迄当时的台湾人都无够巧咧，哦，所以咱错失过真侪只个机会啊，总是即摆咱阁有机会，哦，机会若来，爱阁好好啊把握。啊，所以呢，伊即个在讲到伊1945年8月10日，越南省胡志明省的临时政府过来，9月7日，遂宣布越南独立。啊，伊宣布独立了，请问迄个时阵有人甲承认无？无啦。拄开始无到半个国家甲承认啦。第一个上早甲承认，爱等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了，甲苏联。头一个人承认啦，啊，所以伫1945到1950迄五年当中，有人承认无多呢，但是伊嘛照常做啊。你若看了即摆越南的历史吼，伊若讲到近代，因即摆即个越南国的越南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历史，伊拢是对1945年开始算。虽然头五年无人承认就对啦，但是伊嘛是爱照做啦，哦，啊，所以即摆有人在讲，啊，台湾民政府有啥人开始承认？你台湾人家己对家己若无信心，啥人甲你承认？任何国家拢是安尼啦。你拄开始要起来的时阵，家己若唔敢发声，啥物人会先替你发声？去看越南就是安尼啊。伊头前拄开始5年，到人家承认嘛无啊，但是人嘛照做。啊，伊伫9月7日宣布独立了，佮过6天，伊就佮先宣布要推行国民教育，啥物款的国民教育？用越南话甲越南文字，也就是罗马字的国民教育。过去法国时代法文不爱用啊，过去中国人来推行的这汉字伊嘛不爱用啊，伊嘛废除汉字，废除法文，恢复家己的母语甲越南的罗马字。哦，因开始伫校咧教，你也看像这呢，无论少年老的伫校拢开始学。哦，啊，过来甚至像这呢，因要求对休困时间穿插在边啊。伊嘛伫遐咧学罗马字，吼、哦，要甲家己个母语个，吼、哦，甲救倒来，过来爱家己个母语读啊写个能力爱学起来，啊，咱是即款个一个决心啦。咱请教咱在座个同事，会晓家己个母语读啊写，请举手者。台语也好，客语也好，也是讲高山族原住民个族语，你会自己的母语的读跟写的，请举手。会晓请举手。如果咱即班到一位尔。两位、三位哦，咱一班差不多要班200人，敢若三个尔，哦，遐看比例上差2%尔嘞 ，2% 嘞，2% 的人，才会晓家己的母语读甲写尔嘞，是安怎来这样低？当然，这不是国语的罪过，是啥物人的罪过？这外来政权啊，中华民国造成的啊，因为古从60、70年代，咱的学校教育都无爱互咱。读母语啊，无啊，我咱是用母语读啊写啊，所以第一书咱大家人拢变做啥？咱就变做母语的青年文嘛，母语的文盲啊。包括我以前嘛是呢，我读大学之前吼，还袂直接着台语文之前，我嘛感觉按台语会当讲袂当写啊，嘛毋知影台语要怎写呢。是后来到大学开始做台语写，开始通过，原来台语嘛书写历史呢，百外当前咱台湾。第一份的报纸就是用台语罗马字写的，叫做白话字咧。啊，就是这种早前有足侪辉煌的历史，甚至咱台湾佫比中国五四运动佫较早，咱就用白话文去写作，创作文通去办报纸，发行刊物安尼。结果咧，外来政权无爱，互咱有保持的教育权。所以经过60、70年来，你来看，啊，即摆70、80岁。哦，以下的呢，差不多北京拢会晓讲，但是家己的母语呢，较好的是晓讲，但是呢，读甲写大多数袂晓。哦，但是你看人越南，宣布独立了第6天，但是宣布要恢复家己的母语，爱会晓读甲写家己的母语。哦，人有这款的决心。哦，哦，啊，所以呢，你看咱越南，咱唔通想讲啊，这越南哦，敢若经济呢比咱较重要呢。咱若想着越南，拢敢想着越南老干，较袂着越南新呢。我拢想讲这经济落后，敢若无啥物可取呢。经济落后，迄个敢若就是讲咱人同款，较散车尔，啊，较散车，敢着无啥物可取的所在？毋是安尼呢，好嘢毋是逐项着拢好呢，散车嘛毋是逐项着拢歹呢，哦。虽然越南较经济较善钱，但是呢，人对着家己的文化的自信，
对着家己的民族的自信，绝对无输咱台湾人。咱敢甲中国抢去咱洗脑的，啊，咱台湾人敢不敢？哎，台湾人拢比比呀比呀，哦，拄着中国人就比手的，莫怪中国人拢安怎，啊，咱软土深滚啊，食人狗狗的，哦，食咱台湾人狗狗的，哦，啊，所以呢，为这越南，你啊看，因起来了呢，人是教文化各方面，一直要恢复家己的这个家己的母语甲家己的文化，包括因即卖呢正积极，伫联合国嘛咧申请这个。文化遗产，人短短这二十年内都已经签到八个啊，是着联合国 UNESCO 公认的这個、世界级的这個文化遗产，已经签到八个啊。啊，咱台湾几个？无半个啊。啊，台湾已经无半个了。咱华人短短二十年内签到遐侪，伊即摆搁咧继续要签。咱啊，国际上有啥物伊嘛想要有啥物会，人有这种欺骗。虽然因经济较落后，但是人有这种欺骗的。啊，啊，所以呢，这个咱一开始呢，伊的话来做咧，哦，就是讲哦，教育呢，台湾话真重要。越南呢，因就是摕着政权了，开始就是呐，用教育越南话，用越南做主体性的教育，哦，即个当培养出对越南人家己有自信，哦，爱家己民族的越南人，啊，恁台湾也是同款。啊，接下来呢，咱讲未来咱台湾的这个教育呢，未来教育改革方向就是教育爱台湾话，这是过去这六七十年来拢欠缺的，所欠足欠的吼。啊，咱要做教育台湾话，咱根据是啥？有人讲啊，你是根据是啥？啊，你这是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过去嘛，国民党、中国党、中国人拢爱在讲，讲你啊，你推翻台语，推翻客语，推翻高山族原住民语言文化。你这就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请问啥物叫做狭隘的地方主义？啊，若安尼讲，北京的嘛是下乡的语言啊，伊嘛是北京地区的语言尔。啊，推翻北京的感觉，毋是狭隘的地方主义。啊，那推翻教育台湾话，咱的根据是对，咱的根据几个吼？这种是伫国际上受肯定的一寡国际的宣言啊。一个就是这个世界语言权宣言。世界语言权宣言、世界语言权宣言，这是伫即个1996年有来自全世界200几个只个 NGO 啦，甲国际笔会呢，因伫即个西班牙巴塞隆纳遐开会，了公布一个世界语言权宣言，内容足济，啊，你若有机会上 Google 甲拍世界语言权宣言就出来，内容真济啦，简单讲就是讲吼，伊个内容讲，咱爱有权利。用家己的语言来受教育，咱有权利来认识家己历史、家己文化、家己地理，哦，这是基本的人权，包括咱的名，比如讲咱的原住民，你有权利用家己的名，哦，作为你身份证顶头的登记名，无需要用汉名，无需要用中国名，你当直接用原住民名，这是基本的权利啊，哦，但是呢，你要看过去古长以来。比如讲，咱个高山族原住民嘞，哎，拢互咱，互遐中华民国局长，你爱用汉名，一直到咱前几年才开始讲好啦，啊无你会当用罗马拼音啦，但是伊佫甲你限制，讲袂当升等哦，哎，啊，他有迄个代志，哦，啊，所以呢，像咱种要求的遮个部分，基本上，伫世界语言权内底，拢有讲过，这是咱基本的权利，佫来。另外，这个联合国 UNESCO 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伫2000年，伊嘛公布吼，每年的2月21日定做世界文明日，啊，世界各国呢应该爱注重甲保护伫遐弱势的族群，伊个保育甲文化发展。再来，伫2001年，嘛佫通过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啊，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啊，这个宣言嘛，同款，甲对咱世界语言权宣言同款。另外，你呼吁世界各国，无论迄个族群，伊个人口人济啊少，伊是强势还是弱势，伊拢有生存的权利啊。哦，你应该政府咧，应该爱去照顾，哦，去甲保护，互伊发展的空间啊。咱联合国是安尼，世界各国是安尼咧，去保护这多元文化，基本的维护哦，个重要性哦。
就讲即个世界语言管宣言，咱搁举几条例啦吼。咱拄仔讲伊条文真济，吼，咱经几项吼，比如讲第二页七条，伊就讲啊，伊讲吼，所有个语言社群拢有资格来教育因个成员，互因会当得到甲家己个文化传统相关个语言知识。譬如讲，会当作为社区管是用伊个文学或者是性格，吼。再来，伊讲第二十八条。用所有语言社群诶，拢有资格来教育因诶成员，互因会当彻底来了解家己诶文化传统。啥物款诶文化传统？像讲历史啦、地理啦、文学啦，甲其他诶文化诶标签，甚至会当延伸甲学习伊家己想要毋茫了解诶文化。所以咧，你要了解台湾历史，这是合理诶；要了解台湾诶地理，嘛是合理诶。要学家己的母语，学家己的母语文学，这嘛是合理的。这毋是啥物新兴体系，哦，你若反对台湾人学台湾的语文，反对台湾人学台湾的历史，迄才是新兴体系啦，迄才是有问题啦。所以你若看人是安尼，哦，足清楚的，写哪边，哦，第二是，啊，再来第二页九条，伊嘛讲吼，用人人拢有资格，用伊家己住。诶，所在诶，进行咧，通用语言来接受教育。像讲吼，咱若新竹、漳州尖吼，则是台语吼，太阳族部落较侪咧。你踮太阳族部落内底，你诶小学着直接用太阳语啊，读着一定爱用北漂话。吼，你嘛无一定爱用台语啊，你着用太阳语做你诶上主要诶教学语言啊。OK 啊，啊你若是伫即个苗栗吼，客人较侪所在，你直接。小学生优先先学客话啊，先学学法，这嘛是合理的啊。啊，你若是像讲伫台南，哦，啊台南着讲台语的人较侪，你优先先用台语来做教学语言，这嘛 OK 啊。哦，啊你若是伫西拉雅部落，哦，你用西拉雅做优先的语言嘛是会使啊。咱世界语言观是安尼伫互用的，但是咱到今目前为止，咱到这观念完全拢无的。咱拢比别拢着爱着北京话，无免啥物拢着北京话咧。吼，啊，经过几啊年来争取抗争了，伫两千年开始，中华民国才开始，互咱个囡仔讲，伫小学一礼拜一节会母语课啦。敢用私下，敢共分着个，咱敢着做共分个，我拜托你还一节。结果伊个北京话，所有个国语个一礼拜，国小一礼拜才五节至六节呢。较为国小学到高中，学到大学拢爱学咧，甚至到大学，阁有啥物国文的必修课咧。明明册一个大学拢考四啊分至六啊分的国文必修课。哦，啊所以呢，你啊看，目前伫中华民国体制下，完全拢是违反着世界语言观，包括违反着即个世界文化多元宣言，只爱国际上咱去弘扬的。所以咱未来呢，咱。台湾政府未来的教育政策，就是要把过去这无合理的完全把取来掉，改做教育爱台湾人。哦，啊，这个，咱拄只咧讲到这个世界语言馆，哦，也是讲文化多元性宣言的，这真重要的这个宣言哦。啊，是安怎来？这十几年来，国际社会开始重视这个。为什么呢？啊，有人讲啊，这文化多元性甲咱有啥关系？有人想讲啊，这台语巧会透了去，客语巧会透了去，原住民族语也巧会透了去，有真大要紧。恁人讲吼，恁这几年对这非常重视啊，其中吼就是讲，伊的原理其实是甲大自然原理是同款的。哦，甲即个联合国即摆嘛咧推展即物种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哦，或者是讲生态的多样性哦，咧维护迄个生态多样性，原理拢基本上按归下来。因为咱即几年咱地球咧受到即个环境的破坏、生态破坏愈来愈严重咧，哦，譬如讲，即摆即个北极熊愈来愈少，北极熊咧死甲剩千几只尔咧。啊，北极的冰山豆角伫硬咧，请问北极的冰山硬，啊，这个北极熊也死，甲咱人有啥物关系？有人讲爱死透了去，
真要紧嘞，有可能后一个换咱嘞，换咱是对嘞。袂讲，啊，这头有啥物关系？咱举一个具体的地啦吼，像咱即摆真侪中心，有人较有年纪啊，啊，若较有年纪，就拢会较顾身体对无？哦，比如会食，食一些健康食品啊，还是讲较食运动一下。请问，你即摆若伫食健康食品，迄健康食品拢啥物做个？你敢会去食迄种化学的健康食品？化学合成个敢会？袂啊！健康食品拢甲你强调有机个啦，强调这是天然的啦，对无？天然的动物啦、食物啦，啊，比如讲这鱼油，就强调这是深海的，哦，还是讲从海拔咧提炼的鱼油，还是啥物货？哦，还是讲这个食物哦，对树啊啥物咧提炼的，拢是天然的嘞。哦，啊，只个天然的物件，万一只个动物食物拢死了，啊，咱要对提只物件。哦，啊，这北极熊，咱正想讲，这剩青蛙只尔，想讲这也无啥物路用嘞。反正说人工，咱可以发现，咱发现着讲啊，北极熊嘞，伊个肝、伊个胆会当提炼出啥物神秘个药方，会当来治理即个。癌症啦，还是讲即个艾滋病啦，哦，但是等到迄天呢，结果北极熊拢死了，哇，咱就无机会啊咧，哦，啊，搁来像讲呢，像讲即个蜜蜂就好啊，即蜂啊吼，前几年无啊报纸新闻嘛咧报道讲哦，美国迄边呢，熊熊真侪，即蜂的数量拢减少，啊，遐科学家嘛真紧张讲，啊，即蜂是安怎来减少？各位，即蜂。数量啊减少，甲咱啥物时代？有闲我拍头去，我拍迄迄一只囝尔，传播微粉的。咱所有食的这果子啊、好米啊、好正济，才会开花呢。伊要结果子拢着安怎？吼、哦，咱有科学家有研究呢，一半以上拢是透过迄看，咱看伊无想法的迄拍。逐工一只饼尔，伫遐伫传播微粉，才会当互伊生果子出来，结果子出来呢。啊，若只个芳若拢无去吼，咱个农作物就减一半。啊，拄仔像越南安尼共款，越南迄当时是死200,000，你若全世界农作物减一半，阁有爱死偌济人？即摆全世界讲偌济人口啊？敢若60-70亿啦吼，你若减一半，他死30亿啦。各位，恁有想要争做伊30亿个一份，内底一份无？我看无人想要安尼啊，对无？但是你啊看，小小的一只蜂，若拢绝症去的时阵吼，咱就枵死一半的人，吼、哦。所以这个维持迄个生态的多样性很重要啊，啊、哦，维持生态多样性对吧？结果咱即摆针对你啊看，包括像最近的这中华民国因这高官吼，爱这外来政权的看，特使唱这。要安怎伊嘛硬要去呢？钱开比人斗济啊，啊安全性比人上少个啦，吼、哦，上无安全，但开上济钱，啊伊迄钱要安怎去食嘞？硬不时着搁来追加预算嘞，吼、哦，啊讲若无去着要限电嘞，奇怪，我想，我大学时代，我20几年读大学，伊着开始要去啊呢。迄当时，阮队伍也一群人，常常去空啊聊遐，伊个空军，迄当时着开始要去啊。啊，去遐久，若这样讲个，讲无去着限电，啊，20栋嘛过啊嘞。哦，啊，现在搁要去到当时才去个好势嘞。啊，到底因遐钱是安怎开个？哦，人迄较早讲台北咧起一个，讲一个粪扫桶着咱20,000啊嘞。哦，啊，讲迄个办遐博览会一工应采讲着几百块啊嘞。哦，啊，伊钱拢毋知安怎开个，原来可能是互因摕去做啥选举个条卡嘞。哦，但是各位，你核心厂办人帮你要安怎？台湾就无安尼。哦，伊即摆画啥物8公里、几公里啥物逃命圈，笑死人啊！8公里有够无？无够啦！迄若像咱一只帮，全台湾就去了了啦。啊，这就是外来政权，伊讲插插你台湾，台湾若无伊，搁咱等于中国个啊，对无？迄就是外来心态嘛。伊就想我咧台湾帮帮个好紧，我等于中国。中国凊彩一条线嘛，比台湾较大，对无？伊感觉转去中国就好啊咧。所以，着外个政权伊无咧考虑着台湾嘛，吼、哦。所以你看前几工，南投无搁地震，啊，你若地震拄啊注释拄好强，叶四清也是叶三清、叶二清遐地震会要安怎？你去了了咧，啊，咱要走一队，咱干跳岗个啊，无所在通去啊，吼、哦。啊，所以外个政权着无咧参与咧，
啊，所以你看，全世界这个生态咧，受到这破坏。啊，所以呢，联合国就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伊除了伫大自然顶头要求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之外，伫文化上嘛同款。文化的生态甲大自然的生态是同款的。今仔咱若文化单一了咧，咱就无啥物文化创造力啦，无迄个即摆咧讲着爱文化的创意吼。你若单一了，就无啥文化创意啊。要会当有文化创意，就是你若做一个 idea， 要会当有做一个 idea， 就是你有做一个无共的生活经验，你有做一个无共的思考逻辑，才有可能有创意的物件出来啦。包括咱即摆若真侪人拢总爱出外佚佗，国内啊，国外也好，国内也好，尤其有人爱出国去佚佗。你若出国去佚佗，大家人穿衫穿同款，讲的语言也同款，食也同款，住也同款。啊，你出国去佚佗啥？踮厝就好啊，你对无？哦，啊，过来你看咱在座同事，大家人穿衫嘛拢无同，咱敢会穿个北韩安尼？哦，啊，拢穿同款的，嘛袂啊。若穿同款就足无意思个啊，对无？但是为什么才多元？你要会当多元，你嘛是要有多元的文化，你才有多元的诶，即个创意物件出来啊。哦，啊，所以呢，联合国就是一直咧呼吁吼，尤其即十几年来非常重视，伊就发现讲吼，现此时呢，真侪只弱势语言文化咧，哦，拢豆豆安怎去用英语，哦，也是讲迄个北京话即种安尼吼，豆豆去互伊，去互伊底间翻袂过来啊。哦，啊，所以呢，真侪安尼话，即摆真侪人家己母语拢袂晓咧，啊，迄个北京话无咧学英语尔，啊，顶多家己母语拢袂晓。所以联合国就看到这个问题，伊才鼓励人讲吼，伊爱先把家己母语顾起来，家己文化嘛爱先顾起来，安尼才是基本的吼。所以咱的这个未来，咱教育的嘛是根据着联合国这款的精神来推展咱台湾这个教育啊。啊，咱这个目前啊规划啦，吼，用咱未来教育的理念甲目标吼，基本上当然咱这个教育吼，咱无分大细汉，吼，无分性别。党派、族群、阶级、会所、宗教，也是讲你住庄脚、住都市，吼，也是讲新新的发展材料，这拢袂使有无平等对待，吼，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款的人咧，你有教育权的，拢爱受到平等的对待，吼，这是咱未来的一个大理念。过来就是讲，咱爱注重着每一个人的差异啦，每一个人有伊欠的所在，嘛有不足的所在。咱就爱开发着伊好个所在，伊起好个所在，伊专长个所在，爱甲开发出来。这是咱教育内底真重要个，然后每一个人会当伫适当个去来发挥着伊个专长，吼，这是咱未来伫即个教育即个目标个理念吼。啊，咱有着几个具体个目标啦，吼，就讲咱未来啊，台湾民政府个啊，即个教育个目标吼，咱有着几项出来吼。第一项。就是要培养到认同台湾，以身为台湾为公民的这个新的公民，这是咱过去这六七十年来上欠。过去是中华民国教育，台湾人是啥？台湾老牌的，是山顶的国民的，是山顶国民的。因遐中国人大官好第一啦，啊老我第二，啊咱第三。你啊看，因遮中国人呢？顾遐军功，甲顾遐老乌啊，顾甲惜命命嘞。啊，咱台湾人嘞，咱台湾做事人有咧顾啊无？无嘞。你啊看，热天曝死伫日头脚拢台湾人啦。你敢有听迄老乡民讲曝死伫田里个啦？无嘞。伊老乌拢是寒死个，因为吹冷气吹甲生病出来。嘿，台湾人拢曝死真正，你甲注意甲看。我逐个看到新闻，我老乌生。台湾人，台湾老人六七十岁，搁伫田里遐做事，做甲伊拍死嘞，一冬拢不难听嘞，你有看？哦，啊，这敢有公平？咱若要甲要求讲老农民，啊有农保，啊有津贴嘞，伊甲你发帕拉克嘞，哇，两百块、三百块，互伊安尼。哎，啊，若伊遐老农民嘞，一个月领万几块嘞，吹冷气嘞，无怪伊遐个人若要控制控制吼，人讲，啊都。也免做事，就有薪水通领呢。所以你看以前迄红衫军呢，后尾抗日伊遐几个月坐伫遐无代志就外紧啊。啊，咱台湾人有法无无啊？你一工无做，你著减趁啊咧。吼，你厝内衫，但你拢要哪顾，对无？
所以你看，因只中国啊，过因个人过甲忝命命，惜命命嘞。啊，咱台湾人嘞，咱做王八成，做奴才嘞。啊，所以咱未来，咱就是爱建立即个台湾人个即个教育，以身为台湾人个公用，为公用。啊，若遐要做中国人个吼，转去中国啊，吼，咱欢迎转去。哦，咱搁咱派准备去甲送个，无要紧。哦，啊，要做台湾人个留在遮，哦，啊，若无就转去啊。哦，再来，咱即个培养着国民个即个文。人文的精神甲素养，通个来传承甲发扬咱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这个文化哦。过去呢，伫大中国、大这个中华民国体制之下呢，你讲哦，台湾作家、台湾画家、台湾的音乐家有尊严无？拢无尊严啦，无受着看重啦。历史迄个教科书介绍中国作家啦。哦，介绍拢中国画家啦，介绍拢中国雕刻家啦，敢若袂输台湾人拢无够人个，啊，事实敢安尼？毋是个，画是死伫字笔，啊，画是安怎？伊就无爱互你发挥空间啊，甲打压啊，伫即个教育体制之内，包括整个中华民国体制之内，伊就无爱互你台湾人发挥空间啊。你台湾人较贤，伊就甲定位啊，敢若饲狗，伊敢若狗遐，敢若甲累死个，无爱互你发挥空间啊。伊就是要制造讲啊，台湾无够人，敢若中国较有够人个，哦，过去拢是安尼，但是咱未来袂使，咱未来就是要有咱台湾本土个即个作家也好，艺术家也好，雕刻家也好，有发挥个空间。尤其像咱个歌山族、原住民，也是咱客家、咱个和乐、咱个台语个即个本土即个族群，有足济即个人文个即个高人，拢无发挥无出头个机会。未来咱就是爱互伊遮机会，通来出头吼。再来，咱另外一个教育目标，就是爱培养具备着即个独立的思考、甲民主素养、佮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啊，即嘛足重要个。过去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咱拢是生化教育，拢饲猪的教育啦。哦，拢是饲那。即、这个爱因斯坦讲吼，迄是饲狗的教育啦。拿咱台湾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饲猪的教育啦。啊，咱来讲饲猪的教育呢，嘿，都死过啦。啊，你统治者就无爱互你有思考啊，就甲你叫你食就好，吼、哦。啊，剩的拢莫掺，政治拢莫掺，吼、哦，台湾边度拢莫掺，吼、哦。啊，食肥肥叫我推推，通伊甲你聊啊。买啊，嘿，伊嘛是要甲你聊来抬啊。伊嘛毋是真正要互你活了好呢。伊就家己来抬，就来爬嘞。所以这饲猪的教育嘞，哦，伊要让你有家己独立的思考的头壳嘞，拢叫你用死背尔嘞，哦。但是啊，咱怎啊袂使？咱要有独立的思考，哦，啊，再来还有民主的素养甲法治的观念啦。你若伫现主时只中国人统治下，台湾人，哦，伊对待台湾人是相当标准嘞。哦，若对待中国人，拢宽宏大量啊！哦，你来看，阿扁啊，啊，不管伊有做无做，做东西，哦，伊就是用靠关啊嘞，哦，关较紧嘞。啊，同款嘞，即、这个马英九呢，伊迄当时用迄个特别会共买一寡有诶无诶，哦，啊，甚至后来我甲关出来啊，讲安尼就无代志啊。啊，叫下骹手人去代罪，叫移民去代罪啦，代替伊去关啦。像即种政府遐明确个，伊竟然敢无代志呢？哦，啊，过来，啊，像我最近啦，最近新闻咧查讲，罗素如呢，哦，即、这个国民，即、这个马英九的爱将罗素如啦，啊，讲前一阵林一世啦，哦，真奇怪呢，哎，还有李朝卿呢，哦，啊，遮呐，伊个爱徒爱将呢？犯罪拢无要紧，佫会使交保啦。哦，啊，若是其他个呐，佮无共党个吼，歹势哦。你着关甲杀无，迄个头毛生杀无啦。啊，无着关甲像阿扁安尼，强要起痟啦。嘿，啊，拢奇怪，太拢相对标准嘞。哦，无怪嘞，咱台湾话吼特别正侪。我上喜欢伫口说遮个啦，就讲吼，伊即呐做官来清廉吼，食饭就会骄阳。国民党若做官若清廉吼，因家拢食饭骄阳个尔啦。
所以咱应该问，莫就看因兜是毋是食饭娇养的，啊应该甲问看卖的，啊讲着因兜了吼，即个媒体，以前阿扁的时阵，就伫遐问讲吼，啊恁查某囝去美国是毋是要啊生美国囝，啊你是毋是做美国人阿公，啊奇怪呢，啊即个莫就两个查某囝拢美国籍，啊搁住美国。啊，他拢无人甲安怎，无人甲问，真奇怪。啊，因查某囝，啥物，迄个马维忠最近佫嫁一个三重国籍的人啊。听讲吼，后中华民国国籍，后美国籍，后香港籍啊，三重国籍的人吼，啊，了讲要住香港啊，吼，我奇怪呢。啊，因遮个人要做美国囝，还是讲做香港囝、中国囝，拢无要紧。啊是奇怪，啊，较会当初时。去问陈世宇的遐记者，他也袂去问马维忠因啊，去问马维忠的时阵呢，伊也无爱甲伊应，伊大个讲哦，即个人足骄傲的，足摇摆的，嘛拢袂呢。结果伊就陈世宇生气，无爱应，尔讲哦，即个人足骄傲的，即个人足摇摆的。我想讲奇怪，他拢相同标准，所以这就是啥，无法治的观念嘛，无民主的素养嘛，都那。国民党、中国党哦，伊若选举赢好，吼，即选举拢好个，拢公平。哎呀，选举输啊，即拢无公平啦，拢安怎啦？不服啦！吼，譬如讲，迄当时因中华民国选举，吼，拄啊第一届政党轮替个时阵，吼，两千年你啊看，迄当时阿扁也选掉，迄游戏规则嘛，因国民党因兜家己定个呢，啊，选输嘛，搁起冤屈，嘛搁伫遐起批评个，讲。啊，这选举无算，啊，两千零四年嘛，搁了选举无算，讲为着一个枪支啊，你无算。游戏规则会家己定的，敢若袂输，伊若无赢都袂使，伊定在伊赢嘞。啊，这就是啥？因过去咱都无民主，所以嘛无法治的观念嘛，一切拢是用国民党的。无管阮细汉的时阵哦，细汉阮也较无听话哦，听听。有当时，阮阿公阿嬷，拢讲讲，啊，你是食国民党的吼，还是你国民党的吼？所以以前细汉，拢对国民党吼，定定国民党这种事的。无怪你，就亲像讲咱以前看迄网站吼，比如讲科学社、小学社啊，啥物货，拢会讲啊，恶魔党、共产党，拢想讲共产党拢歹人。当然，咱共产党也无一定拢歹人啦吼。但是咱就自细汉就向国民党安尼洗脑的。啊，听讲伫中国迄边是，伊自细汉嘛甲讲，安尼国民党就是歹人。对，啊，即就讲吼，咱未来，咱的囡仔爱学啥，爱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啦，爱有民主的素养，甲法治的观念，这非常重要。啊，再来，咱爱培养着尊重着文化差异，甲欣赏着文化多样性，去海外国家服务。文化差异甲欣赏文化多样性，这嘛足重要。咱过去拢单一嘞，拢是中国文化、中国语言，拢家奉做非常至上至上的吼。但是呢，咱这是台湾的社会，台湾的迄文化吼，所以呢，应该培养着这个未来咱的囝子有欣赏台湾文化的这种海洋的性格吼。再来，咱来培养着具备着这个。全球时啊，佮关心着全球议题的即个世界公民。过去国民党统治下，伊就无爱予咱知影世界生做啥物样个。所以你看，上古早个时阵，毋是凊彩人会当出国个呢。你要出国要护照，毋是凊彩人会当互你个呢。当然即几年大家较开放啦，啊，为啥伊要安尼封闭？共款，你啊看，北韩个，为啥物北韩要控制？毋是凊彩人，互你有手机啊！毋是凊彩人会当互你当上班。伊要封锁世界的消息，惊你知影真相啊！所以过去伫中国人统治下，台湾嘛是共款，伊要互咱知影真相啊！所以你甲看，伊着以前历史教科书甲咱讲啥？战后台湾着根据开罗宣言，所以台湾着回归祖国。拢伊讲个咧。开罗宣言有效无？宣言迄着无效，财政东西拢。我刷起然后，我嘛遐讲啊，我讲我林志玲弯步啦，啊有效无？我林志玲弯步，我刷步林志玲弯步，安尼有效无？无效啊，对无？当时拢足巧的嘛，那安尼有效，我嘛遐讲，对无？
迄宣言是你单方面，迄个敢袂输新闻稿，你硬帮尔。但是真正要有效，要安怎？爱一个签合约，比如讲林志玲啊签，甲我一个签即个结婚的同意书，安怎有效？啊，若无太有效，对无？啊，所以呢，即、這个过去呢，即、這个国民党就无咱知影，吼、哦，即个事实呢，其实台湾的问题是啥？都毋是讲要开落选民嘛，哦，啊，所以就是啥？伊安尼叫移民政策嘛，移民的政策个，就甲市里的教育是共款的。伊无爱互咱知影世界的消息，伊安怎人欺骗啦？所以包括我细汉嘛拢戆戆的，我细汉嘛还阁做过国民党个呢。我是一直到差不多高中、大学以上较觉悟的。我细汉嘛想讲，哦，咱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啊，咱真正是安怎安怎，哦，啊，拢读伊个册啊。啊，这就是咱讲教育无台湾好就是，啊，咱过去读个拢是中国化个册啊，哦。过来，咱来提升着国民的素质，佮增加着即个国家的竞争力，啊，即嘛是咱教育真重要。哦，你国民素质若好，你国家的竞争力嘛较会悬。啊，过来注意着即个受教者伊的个别的差异，来激发着伊的潜力。哦，即嘛是咱未来真爱做个，吼，就是每一人的专长。像讲你若搞做胖的，像吴宝春安尼。真厉害啊！世界闻名的哦。啊，你若是搞做饮料的，哦，搞做啥物货，拢去发挥哦。这嘛是咱未来的教育的真重要，就是让每一个人找到家己的专长，找到家己的位啊。啊，若无呢？我印象中，我以前读大学以前哦，嘛是懵懵了了的，嘛唔知读这是为了啥物呢？啊，就是讲，啊，就拢父母安排，学校安排，就干那哩尔。也毋知影家己想创啥，一直到到读大学了，接触到台语文了，才发现讲，哦，原来呢，人生是啥物事？原来过去咱比如讲，以前咱读历史，拢想啊，拢敢死背，死背遐中国的皇帝尔啦，啊无就倒一年出世，倒一年死啦吼，啊无就安怎啦，拢敢背遐物件啦。所以我以前对历史讲，唉，足无聊的。所以我细汉呢，是想要做啥？想要做像比如讲爱迪生啊，吼、哦，以前我细汉时吼，读迄书本拢足无聊，拢是干死背尔。所以我大学是读机械的，我大学是读机械，是甲研究所了较专项，读机械较专门研究台语，吼、哦。啊，这就是啥？咱细汉拢是市里的教育嘛，伊无真正互你找到你家己的兴趣甲专长嘛，吼、哦。啊，所以呢。未来咱这部分吼，就是要注意着每一个人吼，伊的差异，甲伊的潜力吼，伊的潜能，爱来发挥出来吼。啊，再来强健着学生的伊的体能吼，甲伊的这个人格发展，这嘛真重要。吼，但现主是咱即摆的这个教育呢，讲较歹听，教育部就是中华民国教育部就带头讲白惨的。啊，然后家己讲白贼，才咧要求讲学生着爱诚实对待人家，哦，透即个真奇怪呢。才做官，家己着咧讲白贼，讲个五四三，啊，即种事实个呢。譬如讲吼，几当前呢，马英九去执政了吼，啊，有一届呢，教育部开会啦，啊，迄阵我嘛去开会呢，哦，啊，迄是讲着台语疫情个代志吼。啊！伫正式会议内底也无人讲着迄个名称吼，啊，到底要何代理，也是何别人，伊也是何啥物会，无啦吼，咱是安讲着其他个代志呢。结果呢，开会算尔，我接到会议记录，煞改加一条啦，伊主动改加一条讲吼，参加开会拢同意，无爱用代理认证，无爱用代理即个名，拢要叫做闽南语。我奇怪嘞，明明都无开会都无做即个决议呢。啊，是安怎来去加一个叫做闽南语？因为徛伫即个中华民国教育部角度，伊甲我讲，你若是台湾人啊，你是闽南人啊。啊，闽南就啥？甲中国厦门共款，甲福建共款的啦。哦，就是福建人的意思啦。啊，闽呢，其实呢，即个闽南歧视的意思呢，歧视的意思呢，闽就是一个门啊，内底一只塔，一只蛇啊，吼。所以是讲你野蛮人的意思呢。诶，伫中国古册嘛，拢安记载啊，闽。哦，迄就是古早迄个野蛮民族的意思啦，吼、哦。啊，闽啊，即、这个中华民国的即个教育部竟然
会议内底人开会人含我呢，国旗竟然甲我讲加一条呢，我转来看，看到尔，因为伊寄会的这个会记录来先带，我讲，这明明都唔是安尼，我着学校正式发文啊，讲哦，这有问题哦，你爱爱澄清哦，爱纠正哦，哎，伊嘛歹惨个，尾下我来呛声，我有录音哦。诶，即摆拢在录音咧，啊，若无伊拢唔承认，我在录音，我有录音，你若唔改吼，我要告哦，告你这犯刑法咯吼，你这是伪造文书哦，哦，爱搁甲判咧，迄审判又搁甲判咧，讲你无经过我同意，太使录音，哦，尾下气我歹啊，拄好我阿兄律师，我写一个律师函互伊，你若几工内无改吼，需要甲告啦，需要甲举发，安尼才刚开始迄落。所以你看，这中华民国这官员嘛，搁这种心态嘞，恶白来呢。啊，类似这种，毋是一件两件嘞，太侪件啦。规个整个比较无够，甲包括心态嘛，同款，足侪拢足拗慢个啦。你像讲吼，去年我安排咱秘书长、林秘书长去新台演讲，第一届去演讲个时阵吼，伫演讲前，阮有久久听书哦。学校申请场地申请哦，铺上学校的网站宣传哦，还有活动消息讲的网站。啊，拄开始学校可能也无去注意啦哦。啊，我拢照顶事嘛，所以甲砍去。啊，尾啊，要演讲前几工向咱删除的。啥物理由？哦，伊嘛无啥物理由啊。伊就甲讲哦，我即个主办单位我是用台湾语文测量中心哦，啊，这是学校正式，我甲学校申请正式成立个二级个单位哦。伊正甲你讲哦，啊，你这中心毋是学校个，哦，恁办个这活动哦，袂使办哦，迄个爱学校办个较会使铺这个消息。我奇怪，过去遐济单，我若办活动拢会当铺伫学校网站，是安怎即届就袂使？伊就调工针对单位，想要甲你修理嘛，要甲你封杀嘛，哦。啊，硬拗讲吼，你这台湾语文测量中心毋是学校的单位，笑死啊！我讲啊，若安尼吼，阮逐年爱去缴管理费学校呢，阮收入中心爱去缴管理费呢，你若接案爱去交钱吼，校长是爱去储税互伊就对啊呢。我啊，若安尼，即几年假使要储税来透明化，你若看一个教育单位会当安尼学袂来呢？伊为着伊的政治的目的啊，伊无咧参与啊。迄个是咱教育的游戏规则，才会规定迄个申请砍去嘞。伊嘛会当无去插入，全部拢甲封杀掉嘞。你看即种即个教资格做教育者，无资格。但是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即种拢安尼嘞，非常严重嘞。毋若大学安尼教化安尼，含中小学嘛安尼啦。其他所在足侪拢是安尼啦。所以伫教育界内底拢官官相护啦，互相咧保，互相贪污对方啦。哦，足侪拢做过问吼，你像讲迄小学校就好啊，小学有当时啊，伊若要评鉴要啥货，拢嘛咧通报，等下迄个人民要来啊，哈，安怎拢嘛通报，啊无就是评鉴会拢嘛家己个学长学弟，拢安尼啊，拢做假啦，教育单位竟然拢爱带头做假呢，啊恁这教育是要怎做会好？啊啥物人啊，互伊放回来喏，中华民国啊，外来政权啊。你只要若听话，安尼就好啊。都无你插你教好教歹，你只要让台湾人卖做台湾人，互伊做中国人，安尼就好啊。剩个你要哪学袂来，拢实在滴。真正中华民国体制下教育是安尼个，哦。啊，所以着这未来咱拢爱全部拢爱改过来吼。哦，啊，再来，咱拄只讲个，这是咱个教育个目标哦。啊，咱嘛具体讲，要咱达成这个目标，啊，咱列十三点出来。咱有列十三点的这个政策的规划吼，当然这是咱初步一个规划啦吼。咱未来呢，咱爱借着咱在座嘛真侪教育这方面专长的东西，吼，爱借着各位专长未来呢来到想看卖要安怎会当予咱未来台湾的教育会当更加好吼。啊，第一个咱的规划是安尼吼，强化着台湾语文历史。地理甲文化个国民教育，即是咱拄仔讲个教育文化是咱个上大心个重要个工课，或者是其中一个吼。啊，有个人讲，即台湾语文，啊，即也袂写字啦，袂是要安怎教育？毋是袂写字啦，是咱过去无机会通
来学尔啦，拢有啦吼。像讲呢，即、這个前世马太福音，这是十七世纪的时阵用希腊语话所写的马太福音，用希腊语话写的，十七世纪咱就有啊。吼，啊，再来像这十九世纪1885年，台湾府城教会部台语的罗马字报纸，台湾第一份的民间办的报纸，就是用台语罗马字俗称做白话字来发行的。这百外年前就有安尼，中华民国还未成立之前，咱就用这来办报纸，然后出版真侪刊物啊。你若有上过初级班，啊，听过我课，大家了解咱只有介绍过。过来像讲客家嘛有呢，像讲这合法的圣经。哦，讲合法嘛，做得啊；用合法来写嘛，做得啊；用客话来写嘛，拢有啊。哦，所以基本上台湾语文，唔是袂写字，唔是袂读字，是咱无机会来接触尔。所以咱未来呢，这拢是真做咱好教育啊。啊，像讲台语的部分呢，佫相对加足侪嘛，是讲两三年前，即个台湾文学馆有委托我编即个台语第二个选集。啊，即套文学专辑是甲差不多100年前，台湾的，咱拄仔讲遐报纸也好，出版品也好，相关的遐出版品的，咱甲鉴过，内底甲即个文学性较有关系的，咱甲捡起来做一个选读选集吼。啊，这一套5本，内底有分作散文啊、诗歌啦、啊、小说剧本啊、翻译的文学甲文化历史5大类，吼、哦，啊内底拢有用原文。罗马字甲汉字对齐的方式来重新出版。所以各位若想要了解讲100年前咱有啥物款的诶即个资料，这都拢有啊。各位咱上网站、上网络去查就有吼。所以第一项强化单语文的书籍里，吼，这是真重要的部分吼。啊，关系着即个语文的部分呢，嘛有真侪人讲，啊，咱未来到底咱的语言政策是安怎？每一个人有偌济种语言，吼、哦，咱初步是分做2大类啦吼。一类是台湾本土的语文，吼、哦，包含着原住民、高山族吼、各族群的语言，啊，佮有客家，佮有台语，这三小类呢，你爱拣一项来主修，啊，佮拣另外一项来辅修，吼、哦，有主修佮辅修啦。主修就是你爱听讲读写拢爱会晓。啊，修的时数较侪，像讲一礼拜，像讲啊5点钟至6点钟。啊，若辅修就是至少你爱听有，吼、哦，看有，至少爱看有听有安尼。吼、哦，啊，你一礼拜时数咱较少少嘛，咱有主修甲辅修。啊，要咱决定，当然你家己的父母的自己的母语优先，就是主修。过来，恁住的迄附近，看佮有啥物族群啊？像讲呢，咱若桃园遮。哦，可能周边新店的了了较侪客人，所以咱除了讲台语之外，咱当辅修一下客语啊。哦，还是讲你若是住伫台东、哦花莲、哦，比如讲阿美斯、哦还有板桥、阿美族的人较侪的，欸，你除了讲客语或者是台语之外的，你搁会当辅修阿美斯的话，哦，或者是你若是伫原住民家己的部落，当然你着优先。建家己的语言嘛，你若伫阿美斯内底，你阿美斯优先啦。吼、哦，咱是分各国地人是无同的需求。吼、哦，啊，若过来第二项就是国际语文，国际语文当然英语是爱必修啦。吼、哦，啊，除了英语之外呢，过来就是日语甲其他的语言吼，咱会当过来选。当然，咱是建议各位优先选日语啦。啊，当然有的人啊，无爱选日语嘛，无要紧，咱阁有其他的即个语言会当选吼。总是呢。国际语文，你著是英语之外，主修吼、哦、之外，你还佫有一个其他的语言，吼、哦。所以合拍起来，咱拢总就是还有2+2、4种的语言吼、哦，有两个主修，两个辅修的吼、哦。这是咱未来即个语文的一个规划吼。啊，有的人讲哇，安尼一粒头变40大呢，啊，学遐侪种语言是毋是我学袂了？放心啦，无这问题。要学几啊种语言，无啥物困难哦。即、這个，你若看咱，比如讲东南亚、马来西亚人啦吼，
马来西亚遐华人嘞，平均一个啊，拢会晓四五种的语言。哦，譬如讲吼，伊马来话会晓嘛，伊马来话是个国语啊，过来英语嘛会晓啊，因较早马来西亚嘛是国统一个啊。哦，伊马来语、英语，啊，过来福建话，啊，过来广东话嘛会晓。哦，有人讲，啊，福建人敢会晓广东话？会啊。我去做调查，伊就讲吼，因为以前香港足侪香港片拢广东话啊。啊，遐电视嘛拢有放啊，啊拢广东话，所以看久就拢会晓。啊，过来遐嘛足侪广东人啊，所以福建话、广东话嘛会，啊，过来客话嘛会晓。啊，过来海南岛的，因为外国有一挂海南岛的，海南岛话嘛会晓。所以凊彩嘛四五种，哦。啊，所以呢，要会晓四五种语言，基本上是无太大个困难。哦，啊，有个人讲，即个即个可怜。真正吼，伫实际上，还是讲伫理论上，拢是有可能的吼。咱拄则讲的马来西亚华语，迄是实际上真正话咧。过来，咱要讲，啊，若理论上的，理论上嘛是有可能吼。咱着来介绍这个语言是一个概念吼。我过会了解讲，是安怎讲，一个人要会晓四五种语言是无啥物困难的。吼，咱来讲这个语言是一个概念吼。但是这种基本上一般是拢爱一学期啊，一学期的课吼。但是咱时间有限，咱甲浓缩做五分钟，吼、哦。嘿，咱这是朴素朴的来办吼，嘿，大家拢是朴素朴的，所以五分钟会当度过一学期的课吼、哦。简单讲啦吼，因为咱若无讲这话，人想讲，啊，这可能是我咧操蛋吼，为着要鼓励人学较侪种，所以讲无问题。但其实咱这是有理论的根据啊。咱即马来看卖吼，即句话，即句台语啦吼，来有人会晓读对话字无？台语就看伊教人。拄只举手的台语有人会晓读无？要来甲咱试读看卖。啊，伊讲吼，阿明伫灶骹偷偷啊食恁弟弟的鸡仔饼吼，这是台语的汉字吼。啊，这是用百万当前的这个教会白话字吼来写的吼。各位你也想看卖，过去咱语言是哪学起来？以前人拢讲吼，啊，着模仿说啊，着你听了一句，你着共记起来，听一句共记起来，要用啥共才讲出来啊？但是你也是，这敢有道理？安尼敢有科学？敢有效率？过去的这种的论述，这种的理论，拢是想讲吼，咱人着亲像着耳机，听了一句着录起来，听一句着录起来，啊，要用的时阵了，判断判来判去，啊好 ，OK 停，啊甲试看，哦，再甲放出来，安尼敢有道理？过去啊，拢是安尼想法啦，所以就感觉讲吼，所以啊，你看这语言是有限的，咱头壳是有限的啊，就像录音带同款啊。你若台语录伤济，啊，你英语就录袂落啊，影响第一学英语。哦，敢有影是安尼？无影啦，毋是安尼啦。过去这种传统观念，迄个啥人拍破？迄个姜斯基拍破。姜斯基是美国的一个真有名语言学家。伊伫语言学界地位，着亲像敢若类似讲牛顿、牛顿啊吼，也是讲即个爱因斯坦吼，伫近代科学内底的种地位共款吼。啊，姜斯基咧，伊提出一个转换生态固化的概念出来。因咱过去人拢想讲语言学习着是一句一句啊死背啊记起来，要用甲放出来。伊讲吼，毋是安尼啦。咱即摆用即个例来看卖吼，是安怎毋是安尼？即阿明伫遮啦吼，今仔咱来讲换做阿辉啊，换做阿朱啊啦，换做阿明，哎，换做阿朱妈啦，换五个人啦吼。你若古早的想法，讲语言学习，是爱一句一句记，所以你着爱记五句嘿。你着爱记讲阿明伫灶骹偷偷食，恁弟弟的鸡仔饼好，啊，过来，搁另外一句，搁阿辉伫灶骹，吼偷偷食恁弟弟的鸡仔饼，搁来搁换一句阿江伫灶骹。你着爱记五句呢，是足啰嗦的，吼、哦。所以总是讲，毋是安尼记，是安怎？有只公式，咱人一出世就只公式，只公式就是这啦，吼、哦。吼，就是这种的固化手法，甲用做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吼、哦。啊，当然，这公式是咱简化去的，咱简化吼，真正记的公式是比较较复杂吼。咱是记咧用这句来简化吼，用做像安尼，伊讲吼。咱人其实是有这个公式，这个公式是你要讲的时候，你就把遐个意思啊套落，伊就走出来。就亲像讲，
阿莲，你换做阿辉，换做手机啊，换做迄个阿珠啊，换做啥物人呢？还是换做阿狗啊？吼、哦，哎、欸，你换五个人尔，甲倒咧，甲换掉就好啊。你无需要后壁只搁读一届啊。吼、哦，啊，再来，像讲灶卡嘛同款，灶卡你会当换所在啊，换做工厂，换做即个客厅，换做教室，你嘛当换所在啊。你若安尼，人名换五个，所在嘛换五个，即十个排列组合，你当变换出几句出来？二十五句啊！你当变换出二十五句出来。你若是搁加，譬如讲食，吼、哦、食你嘛当换掉，吼、哦、食你甲换做装，吼装鸡仔饼，吼、哦、还是讲钱换是会使，还是讲顺，吼、哦、还是讲分，吼、哦、还是讲好讲，吼、哦、还有无同的程度，吼、哦。嘿、欸，譬如讲，咱若要叫阿狗来，咱来叫因台后来好讲。嘿，啊，若是要叫咱家己人，来，请你装一下吼，迄、哦、个感情无同的吼，这是咱台语的会水的所在哦。所以你若看，你若甲换即个动词换五个，拢总才十五个尔。但是你若用排列组合的观念来看，你拢变化出几句出来？五乘五，搁乘五，125呢。五个意思，但是你若换125出来，再来，鸡仔饼你若甲换，换做啥？换做米粉炒，换做碗粿，换做啊肉粽吼，换做啥物货拢会使。你若甲换五个，安尼请问你当变换出几种的器具出来？哦，五个四处方呢，拢共125呢。你敢换这二十个意思尔，你会当生摊出几句的？你个生产出625句个话出来呢，哦，但是呢，咱换语句感，咱换语词感，只二十个尔，唔来，咱会当换100个，100搁乘100搁乘100搁乘100，换迄条足济安尼，所以咱会当无限大呢，哦，所以咱人会讲语言是安尼，比如你有即个公式，然后你共迄个语词个听落安尼就好啊，所以咱头壳内底是记。公式一页记公式，啊一页咧记语数，一页咧记语音。你要用的时阵，才甲投入，才甲放出来啊。唔是讲拢事先用好啊，才用出来啊。安怎样吼？嘿，安尼时阵呢，你的头壳咧记足侪物件的，会晓记非常侪物件。即个咱袂输讲啥呢？譬如讲，咱咧买家具，买家己组装的家具啊。哎，你咧摊开是好个，做起足大组个啊。但是伊若收伫盒仔的时阵，就细甲遐尔咧，同款安尼道理。所以咱人的语言，毋是像以前讲一句一句甲记起来，迄无效率，嘛毋对。总是讲吼，伊的观念是安尼，伊讲吼，咱人天生就语言公式伫头壳内底啊。啊，啊，即语言公式呢，你若出世的时阵，互伊有遐语言的环境呢，伊就会甲迄个语言的公式甲保留来。你若出世，互伊有客语的环境，佮有日语的环境，也有英语的环境，也有台语的环境，即四种语言环境呢，伊即四种语言呢，用个块公式拢会留起来，而且足简单呢，拢毋免造成负担，拢袂造成负担，伊足简单着继续会晓。啊，你若是无用的，你若无用着的呢，伊遐公式伊就甲淡掉去，啊，淡掉去了会安怎？你淡掉了。搁要甲捡起来，对造成负担啊！也就是讲，你细汉无用着，甲单调去，等到你大汉，较要学迄个语言，你着安怎？你要开较侪心力去学啊，对造成负担啊！哦，啊，所以你若用大众语言来讲，是讲吼，语言学习是你愈早学愈好啦，愈早学愈无负担，因为是足自然，因公式原来就遐，所以这是完全倒变的。过去呢？讲着伊个学习，拢是把咱头壳当作空空，块空白大，吼、哦，啊要学现在录，要学现在录，但是呢，总是伊即个观念就出来了，完全倒变。伊是讲咱人本来就公式伫遐，有用就留咧，无用就会淡掉，所以结果是共款个啊，吼、哦，两种你到尾个结果拢是共款。你若会晓个，会晓讲个语言，就写公式留起来；，啊，你若袂晓讲，就写公式淡掉。哦，啊，伊即、這个，
哦，伊这语言是对的，所以你若看下就讲，你若细汉互伊多语言环境，伊基本上因为伊毋是过迄种环境，是本来就有啊，所以袂造成负担啊。啊，当然有人讲啊，细汉要偌细汉，愈细愈好啊。你若幼儿园拄出世就开始有环境，迄拢无问题，伊就自然就会晓。譬如讲，各位恁家己回想看下，恁当初时恁家己的母语啊吼，恁是安怎学起来？你家己的母语，你啥学会过会记得？通常若是你的母语，你拢袂记得，你着足侪会晓嘛。譬如台语是我的母语，我即摆嘛毋知我当初时是安怎会晓台语的，啊，着足自然着会晓啦。但是你搁来想，你的英语是安怎学起来？我想大多数拢知影。啊，像我迄阵着国中的时，国一的时开始学英语嘛，啊，就硬背啊，背单词啊，背句法啊，背文法啊。你若印象搁歹尔，还搁有印象，迄着、就是。第二话就是外语啦，就是你后来较学的啦，吼、哦。咱一般语言学界拢讲说，看两个是第二语言啦，就是你的母语以外，大汉了较去学起来迄个语言，吼、哦。啊，所以呢，你看，你若是一细汉就互伊环境的时阵，要两种、三种、四种拢无问题啦。所以像拄则讲马来西亚遐华语，就是因为爱细汉就有伊的环境啊，伊足自然就会晓啊。伊看电视就学着广东话，爱爸母甲伊讲福建话啊，爱学校就教妈来话甲英语啊，所以足自然就会晓，伊都有遐环境啊。啊，咱毋是啊，咱若细汉做学，较大汉较要学，着较大困难。所以你遐看，马英九甲宋楚瑜即两个，拢是安怎？拢食到七老八啦，要选总统啊吼，较来要学台语啊。所以你遐看，因爱开时间去学。而且佫学啊，学袂完全啊，拢有一个腔啊，哦，啊，这就是，这咧讲是，台语公司伊都无嘛，伊是硬去补硬买甲捡来啊，所以伊就足大负担嘛。啊，你若愈细汉学是愈好，愈无问题吼。啊，佮伊嘛有讲吼，讲吼，你若是呢一出世吼，伊有这个语言公司甲保留落来，但是呢，就算后来中断去呢。伊若要考上来，较简单，啥物意思呢？比如讲，你咱即摆足侪囡仔吼，读册前伊还阁会讲台语，加减话阁会啊，若装卡阁会讲个。但是伊读册了嘞，我迄个东汉东华去啊，然后迄个老师训练就拢讲北京话啊，台语就拢唔讲啊。哦，像我有本来朋友就是安尼嘞，伊伫厝拢坚持教囡仔讲台语啊，啊囡仔伫读册进前嘛拢教讲台语哦。但是迄个读国小尔，我袂得啦。当下拢讲北京话啦，啊，甲伊讲伊拢唔讲台语啊。哦，啊像即种个，至少你若是读册前够讲台语吼，连讲伊若要翻头，当下会较简单嘛。因至少伊公信个，虽然有坑个吼，坑伫仓库尔，伊也毋是单堆粪扫堆去。你若单堆粪扫堆，车走个就无去啊。但伊至少是囥个仓库，要救着，佫会较简单。人工伊若要有心要学个时，较无问题，较紧，而且较无伤口。哦，啊，你若完全拢无个呢，送错路，反正就迄个无效啊，绝对有伤口个。哦，啊，伊即个语言时阵嘛，佫着改良哦，是讲咱人个头壳是分区伫欠语言个，毋是人人参参欠做。哦，这是。譬如讲个吼，咱若去家乐福、去大乐欢喜买物件，伊个大卖场买物件，请问，伊物件是分区咧，还是讲吼，全部拢来等伫遐，啊你家己去拼？若全部等伫遐去拼吼，请问恁一届买物件买偌久啊？可能经一个月嘛，找无你买物件咧。伊若物件无分，来人人参参，敢一个粪扫堆共款，你要怎客户？无可能个。一定分区嘛，食的、穿的、用的，啊，食的佫分啥物货，罐头啦、泡面啦，啥物货，伊佫来分好清楚。咱人的语言嘛是安，头壳嘛是安尼，又分区来咧欠语言。啊，咱再用即张报纸报道吼，做一下例来说明一下吼。伊这是台东吼，有一个卢凯族的青年啦吼。啊，台东这卢凯族的青年呢，伊遐吼。伊平时主要拢讲卢凯族的话，吼，卢凯的话，吼。啊，但是因遐附近嘛有客人，嘛有河人，嘛讲台语的人，所以台语客伊嘛拢听有啦。但是主要拢讲卢凯族的话。啊，有一天呢，伊咧做事吼，
啊，为楼梯顶挂落来，啊挂来怎啊？海有咧磕着头啦，受伤啊，要去送病院哦。啊，送病院了，尾后较好啊吼。但是呢，伊厝人发现讲，啊，原底听哦，卢凯厝的话啊，搁会晓讲啊，啊，即摆煞听拢无咧。煞发病了，伊治好了，煞换改讲台语啊。伊厝人拢奇怪，啊，原底讲卢凯厝的，啊，才即摆换变讲台语。啊，尾啊，咱甲推测，因为伊伤着卢凯厝的委屈啦。啊，好佳哉，伊搁有台语区无歹。即个哪袂做啥个？咱若话啊，用过电脑个吼，电脑印着有当时啊嘛会歹去。有当时伊阁毋是全歹哦，伊是干呐，伊讲你某一个所在，迄档案读袂出，伊甲讲词汇损坏。我嘛捌发生过呢，啊你欠着迄搭个所在资料拢无去啊，还是别个还阁好好，吼、哦，还是讲你较早个 floppy 嘛是同款，话讲词汇歹去，我，吼、哦、部分个资料你都无去个，所以伊就是可能干呐，去伤着。欠卢凯祖的话，去哭啦！哦，啊好佳哉，伊叫用台语，所以咱用台语来讲吼。所以为这个嘛，咱甲咱警惕啦，提醒咱讲，会晓多语言的好处啦。万一有一天吼，你不幸吼，伊出车祸啊，伊磕着头，万一你的第一语言去用无去，你至少佫有优美的语言，通好用的。哦，甲咱西车同好佫优美练的，哦。啊，这是多语言的好处。啊，你若敢会晓读英文吼，啊，你空去甲我四号做下教的，吼、哦，你煞甲你敢会晓读英文尔，对无？吼、哦，啊，这是真正哦，是假的吼。啊，这是科学上哦，真正嘛是安尼的这个的案例发生过吼、哦。好，啊，咱拄则讲的这就是讲吼，基本上每一个人要学过来种语言无困难啦，吼、哦，所以咱的政策上。未来就是二加二，吼，两个主修，两个副修，吼，啊，这是未来的一个目标，吼。啊，再来就是咱历史甲地理，未来咱就用台湾做中心，大大扩展到日本、美国甲世界的历史地理，吼。啊，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呢，拢爱在做世界的历史地理来看，迄拢毋是本国史啊，吼，未来中国史拢是外国历史，就甲埃及，吼。甲讲到埃及文明同款，讲到即个啊罗马帝国同款，吼，迄种变作迄个世界史的一部分吼。啊，文化科目内底，咱要以高山族原住民为优先吼，先介绍原住民的部分。过来，台语族群、客家族群，吼，包括日本文化、美国文化，吼，佮后来即中国文化，是讲所有新移民的即文化，咱把咱陆续分提出来介绍吼。啊，过来。咱第二个，咱要做是未来要设立即个台湾语文的即个推行委员会啦，吼。啊，爱甲即个有正侪工课，因咱正要甲台湾语文包含着各山族，包含着原住民，然后即个客家甲台语呢，要伫做即个教育吼，有正侪工课爱做，像讲即个语言的即个标准化、现代化即个工课吼。所以咱未来设立即个台湾语文的推行委员会，专门来做即个工课。啊，这下面段还阁有真侪细节，吼、哦，这时间关系，咱就无要讲遐济吼。过来，啊，像这吼，比如咱语言嘛，将来出版吼，用台湾语文来出版，吼、哦，也是讲研究，也是讲迄个电视啊、电影啊，用台湾语文，吼、哦，来制作吼。啊，过来，咱有时仔是爱废除这个报考官注意服务吼，这报考官这呢，咱含中国人真侪无用啊。中国人也嘛用罗马字啊，哦，普通嘛剩中国国民独立尔，剩中华民国独立尔，哦，啊，即摆无人伫用普通话哦，所以咱未来拢改做罗马字，较方便嘞。你遐看，你若用普通话，啊，到时原住民来阁学一套普通话，较会当来学嘞。啊，咱若全部用罗马字就方便啊，你无论原住民、原客家也是台语嘞。你当咱直接用罗马字就好啊，包括外国人要来学嘛较方便啊。哦，啊，再来即个未来中文嘞，中文伫做外文啊，未来中文算是伫外文行业内底，中文毋是普通语文，中文是外文哦。啊，尤其即摆嘞，足侪大学拢有啥物中文系吼，未来咱无需要遐侪中文系。哦，未来嘞，咱的外文系应该爱分区域。
袂使全部拢某一种语言。咱即摆台湾大部分吼，其实吼主要讲英文啦，其他真正外文拢也无啥咧教，足少个啦。安尼影响着咱台湾国家个竞争力。咱也有足侪种无共个外语人才啦。你既然外文系除了英文之外，你即个像讲日文啦，啊像法文、德文，甚至像即摆东南亚语文，越南话、印尼话、吼马来话、泰国话，即嘛拢足重要个。甚至菲律宾，啊是讲即个非洲啦、非洲啦、南美洲遮个，伊个迄嘛拢足重要。爱有无共个人去。教遮无共专长啦，但是咱台湾吼、过去以来，人外文的拢想着英文啦，啊无来，啊无就是大家下拢中文系啦。啊，你若看人日本就好啦，人日本的一寡即个东京外国语大学，因一下就教三四十种的外语呢，迄才真正是国际语言、国际的大学。啊，你若想咱台湾倒一间？台台也好啦，也是讲咱头新台也好啦，伊教语言有超过十种个，差不多无嘞。啊，你看新台嘛是嘞，新台嘛算足大间校嘞，但是伊个外文系主要嘛是啊教英语，啊，过来有啦，少数个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就差即几种尔，无就无啊。啊，所以咱即摆嘞，譬如讲，即摆足济外人人过来，你啊对无？啊，即摆中华民国移民署，也是讲即个警察单位呢，伊若需要用到外人人才，我变怎？台湾人袂晓啊，拢在找外人新娘来斗翻译啦。啊，伊翻译到翻译出嘛，无一定嘞，无一定翻译好势啊。啊，你着台湾人无人才啊。像咱过去拢爱想讲单一个语言个思想，拢国民党下个，伊着想讲啊，着单一语言着有够啊。伊无想着讲语言人才愈侪种愈好啊。安尼国家才会进步吼，所以咱未来，往安来做吼，啊，再来即个第三项吼，整顿着大学个台文个系数吼。咱即摆呢，过去呢，伫中国党吼，中华民国体制下呢，以前尤其呾戒严时期吼，戒严时期。你根本就无法度研究台湾，你若做台湾研究，无论你做历史、语言、文学，差不多拢互掠去关啦，啊无就陷害啦，无你就变非主流啦，甲你打压啦，吼、哦。啊，一直到甲差不多阿扁啊起来时阵呢，吼、哦，才开始伫个手头呢，有成立到正十间个台湾文学、台湾语文、台湾相关个科系，包括啥物客家学院啊、阮私立学院啊。啊，着成十间个学校有成立这吼，当然成立这大方向来看是好代志啦吼，但是可惜呢，阿扁啊着是会晓生囝，袂晓管囝啦，生只个台湾相关个科系你也拢无咧管啦，结果呢，只拢好康着啥，拢好康着遐中文系，吼，好康着遐怪人土卖古老个，安怎讲呢？譬如讲吼，种台湾文学系。成立了，啊要请啥，嘛是搁请中文系啊，啊要教啥，嘛是搁中文系一套啊，哦，所以变成名是台湾文学，但是教拢是中国观点的物件，伊还搁是传统遐物件，啊这严足严重嘞，即摆头全台湾只90%以上，拢是怪人头卖五路啊，包括阮新台嘛是，阮系遐嘛是啊，一半以上拢嘛中文系来霸占的，啊拢嘛是中国观点。咱以一个例好啦，譬如讲像即个政大、政治大学，伊嘛台湾文学所，伊有硕士班甲博士班。啊，即、這个台湾文学所所长是啥？陈鸿明啊，陈鸿明吼。啊，即、這个陈鸿明伊即个变色龙啊，早前伊家己讲的吼，伊家己早前是国民党诶，后来有一段时间到九零年代，我对民进党去。啊，后来阿扁迄时代。可能阿扁也无好康个款，吼，所以伊佫变对国民党迄边去啊，吼，变来变去吼。啊，即个人做台政大台文所个所长嘞，啊，伊安怎讲嘞？之前差两冬前，迄当时我考研出名迄件代志了嘞，吼，伊伫报纸顶头伫声援出名，伊就讲吼，即台语也无文学啊，
啊，台湾本身也爱用某一下，爱存无两样，爱用另外一下存无两样。意思讲哦，台湾人无啥本身啦，那有哦，拢嘛中国人出来，中国人造来，哦，啊，所以你看近代拢咧铺啥个，拢咧铺义工用啦，铺义特色用啦，铺遐个中国个走路个作家啦，就遐对国民党来遐个走路作家吼，拢咧铺讲，反正就是台湾本身个代表作家，欸伊讲迄明明遐中国人，伊叫伊讲吼，迄是台湾文学的。啊，正讲台湾人，伊无要讲啦。正讲一百当前，咱拄只介绍，咱百外当前台湾人都，比如讲从法国发表写十项关键文化历史的书，偌人生地刻画，伊都拢写几本的小说，台湾的小说、台地的小说，拢无要甲你讲，拢无要提起啊。讲台湾人无文学，哦，讲讲这个话，啊，讲吼台湾人用母语呢，就是安怎，无法度沟通。大家就只通遐讲，无通沟通啊！叫人咱就爱放弃，来用北京话就好啊，啊来用中文来写作就好啊。讲这类话呢，哦，啊这叫做台湾文学所的所长的。所以你来看，因近代台湾所的外行的，涉书入学考爱考啥？要考五科，还佫考国文的。各位，这国文不是台湾国文国文的。是中国的国文嘞，爱考北京话嘞，考台湾所讲要考北京话。佮上行的是爱佮考啥？考中国文学史嘞，对。考台湾文学所讲来佮考中国文学史啦。啊，伊的理由是讲吼，啊，咱这受中国影响深嘞，台湾文学无都脱离中国文学个，所以咱就爱学，爱了解中国文学个。啊，若只安尼讲吼，咱嘛爱考日本文学嘞，对无？咱嘛无都脱离日本文学个。啊，咱嘛爱考美国文学诶，对无？啊，咱嘛爱考英国文学，因大家拢嘛听过莎士比亚，对无？啊，莎士比亚英国人啊，哦，对咱大家影响嘛足深诶啊，对无？啊，过来，足侪人，尤其现在最爱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啦，哈利波特，迄嘛英国人啊，所以咱嘛爱考英国文学史呢。哦，只要咱讲日本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拢爱考啊，爱探考，太敢考中国文学。所以规头壳就跟中国名嘛，哦，啊，食一个名，讲是台湾文学所的所长，但是迄是啥？要甲你摕迄个解说权啦，啊，哦、要甲你签迄个解说权尔啦。但是解说拢是用中国观点甲你讲啊，哦，啊，过来你啊看，因的学生的毕业语文要求，因为毕业，就爱有英文之外，搁有第二外语的证明啊，就是英语之外，搁有一个外语，欸啊，颠倒伊无要求台语呢，嘛无要求客语呢，嘛无要求原住民的语言呢。啊，结果什么叫台湾人所的啊？所以有可能安怎台湾人所的毕业吼，袂晓台语啊，袂晓客语啊。哦，啊，这个情形咱袂输讲吼，一个日文系毕业的学生，伊讲伊袂晓日文啊，伊看日文拢看翻译袂啊。我安尼只简单，我嘛会晓。我买单来投一本数啊嘞，哦，啊，就咱袂说英文系毕业，啊，袂晓英文啊，哦，啊，咱袂说讲我是莎士比亚的研究权威，但是我袂晓英文，因为我拢看中文版的，啊，那敢会通？笑死人啊！啊，这就是因就是安尼做的，啊，唔是干一间安尼尔，差不多逐间拢是安尼啦，这就是安怎？拢去予遮中国头壳的占了。啊，就用中文去占了去啊！哦，啊，所以这台湾系这点重要，所以这未来呢，咱拢爱检讨，台湾系说拢要检讨。再来，咱未来伫海外爱设立台湾语文的中心，爱推散这个台湾的语文甲文化。中国人进入孔子学院啊，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咱嘛足积极伫海外去推散因的语言甲文化。独独咱台湾，拢也无啦。那有拢甲你推杀华语啦，包括中国国民党也是民进党同款啦。海外拢推杀华语尔啦。哦，但是咱未来华语呢爱行伊，华语就行中国。咱也无需要甲伊争啦。台湾也无需要争这个华语的中心啦。过去民进党执政，嘛头壳阁有问题嘞。讲吼要让台湾争这世界的华语中心，意思讲吼。那世界各国的人想要学华语，拢来台湾哦。哦，咱头壳歹个，唔着讲
互台湾正做台湾语文的中心，要学台语的，要学客语的，要学高山族语的来台湾，安尼才对。吼、哦，结果你要甲中国人抢迄个华语的，无可能啦。即个咱袂想讲吼，各位，恁若要学英语，恁来去台湾。恁敢有人要印度学英语的？恁来去印度学英语，还是去美国学英语？较戆的嘛知，脚头乌想嘛知，咱要美国学英语啊。咱若要印度学英语，除非你是要学印度英语的，才去印度嘛。无啥人要遐学英语。虽然讲印度嘛，把英语当作官语的，吼、哦。啊，所以这就是讲，感觉徛伫外国人角度，伊若要学华语，伊一定去中国的啦，袂来咱台湾。所以咱就无需要介紧张。啊，再来，咱的第五点。未来这个国民教育这输出呢，嘛爱大大来改正啊。现此时，你伫国校啊教台语，啊，伫国校啊教册吼，未来无一定会当去教，因为吼，因即摆教，因的收的分的拢是中华民国分的，教中国历史的、中国地理、中国语文的。但是咱未来台湾政府是要教啥？教台湾历史呢？教台湾地理、台湾语文呢？所以这人要重新进来，重新考牌啦。啊，若考会过，才互你继续；啊，若考袂过哦，安尼生活啦。反正咱在座足侪东西，拢有遮足好个遮人才，哦，足侪人有法度教。所以未来呢，遮事拢要改换啦。袂当讲吼，啊，凊彩就出台过来教，那安尼就无采你成立台湾政府吼。再来，咱要推动这个十年的国民教育，甲大学的这个免费的教育，吼、哦。这个未来呢，吼、哦，就是讲咱这个教育甲大学这部分的，基本上拢是免费的吼。你若有在校读大学，就免费。当然，嘛无一定爱读大学啦，看每一个人需求。有的人，吼、哦，手较有溜，手较这个。啊，即、這个技术较好个呢，伊要读技术个学校啦，嘛是会使啊。无一定拢来听即个学术路线吼，也讲大学路线。啊，咱总是呢，伫教育即部分，这是一个投资啦。哦，爱予人民呢会当有，会当讲用足细个即个教育成本吼，这是咱未来个一个方向吼。过来推动即幼儿个学前个义务教育吼，就是幼儿园、幼稚园个即个。学前的教育吼，这嘛是咱未来爱做的吼。目前呢，伫这个中华民国体制下呢，你读幼儿园啊开十二个，你听讲有诶幼儿园一个月拿几万块呢，比大学较贵呢。我想讲啊，这是啥人付得起？这我嘛付袂起呢，一个月开几万块呢？哦，尤其听讲像高雄某一个啥物啥物迄落吼。伊了私立的迄学校，哦，标榜是贵族型的即个幼儿园，迄一个月几万呢？还是啥物人法度赚？哦，所以呢，咱未来爱有义务教育。你若好命人，你要读私立的，迄是领导的代志。但是至少呢，咱一般人，哦，爱有基本的即个教育权哦，为幼儿开始，这嘛是咱未来应该爱做的吼。过来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质吼。咱大学会分做几种类型啊？研究型、教学型，再来技术职业型，啊，再来社会大学型啊。啊，未来呢，即个教高等教育即个品质吼，爱提升。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即个名称吼，咱嘛是爱进行正名工作。哦，一寡中国名，像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即拢爱整并改名，较袂伫国际上咧甲中国其他飞高高、飞袂清。哦，咱拢爱用台湾的地名，啊无就是用台湾的即个高人的名称重新来规划哦。过来，咱第九项，咱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啊，这嘛是咱未来的，即台湾研究国际化真重要。譬如讲，伫世界上，譬如讲 Japanese study， 啊，是讲 Korean study， 哦，尤其日本人足早就拢有啊，然后即摆韩国甚至越南，咱伫国际上嘛咧推展越南研究啊。咱台湾嘛，基本上嘛有这个条件嘛，应该爱做吼，所以说台湾研究国际化，这嘛是来爱推展。再来第十项，限制这个中国的学历甲学术的交流，啊，这嘛真重要吼。咱现主持，你像阮即摆呢，我伫新台服务呢，不时嘛接到
中华民国教育部来问讲吼，鼓励阮着较常甲中国做交流个啦。啊，我嘛知，按这交流吼，九成以上拢嘛政治交流个，拢嘛政治目的个，真正纯学术性个足少个啦，拢是统战个较济啦。啊，所以当中国若无放弃武力犯台进程吼，咱对伊学历过来这学术界拢有限制啊，袂使无限制啊。哦，啊，若无限制，就会足惨个。尤其即摆呢，常常拢放人过来。你看卖，就选举前讲哦，绝对袂开放，哦，中国学生来啦，结果即摆已经开放啊。即摆现在凊彩行路嘛，拄着中国学生嘞。哦，啊，再来进行讲有六部个条件讲哦，啊，即同中国学生来无紧啦，但是咱有一寡限制，哦，袂互伊奖学金，袂互安怎？但是即摆佫改啊，伊佫改讲。若无互伊奖学金哦，咱无法度吸收着好诶人才。我想讲奇怪，好诶人才都毋是中国有尔咧。欧美、日本嘛，足侪好诶人才啊，咱趁起吸收。哦，尤其人日本人即摆嘛足侪拢想要来台湾啊，咱趁歹吸收日本诶好诶人才，趁着得较去吸收中国诶。拢只五四三，就是咧放人过来，放遐学生，放遐老师来啊。啊，放遐学生来咧，才调工吼来啊，譬如讲。啊，就甲台湾的学生谈情说爱一下咧，了后结婚，结婚了以后，佫留台湾啊。啊，留喺台湾过几日，佫提申请予伊啊。伊即摆就是呐，木马屠城计啊，放人偷偷啊，放人去咱台湾。哦，你袂感觉着，你平时咱袂注意着啊。但即人足济呢，咱中国人，敢若透过通婚哦，正式登记了三十万人咧，啊，佫遐白人就几十万人咧，是咱平时袂注意着尔。已经几十万个白领嘞，你即个中国人学校个比咱个高山族较济安尼，想要超越咱即个高山族安尼，哦，啊所以即摆就大量个白，按遮人来了，伊享受福利是比咱台湾人较好个，因个健保费用是交比咱较少个，政府补贴是比补贴咱较济个，哦，啊包括像迄个。移厝结婚的嫁来台湾的遐中国某呢，伊阁甲前翁的囝带来台湾的，哦，啊带来当伊要读高中素材考呢，要读一中、二中，第一志愿拢素材呢，遐免考试呢，这咱一般拢唔知个呢，哦，啊过来以前是限制十八岁就爱离开啊，即摆是开放，变二十岁较正常嘞，后尾条条要放回新人呢，放回新人，通去踮台湾阁带台湾某，啊能阁踮留喺台湾免转去。伊即一步一步要甲台湾西藏化，会变特别像西藏安尼共款嘞，放人去卖啊！啊，所以真侪拢是假借学术啊。中国学术咧外好啊，你若要学术交流，咱来甲美国、甲日本、甲欧美国家、甲中国靠什么学术啊？对无？哦，所以这部分咱就爱限制吼。过来推广教育甲终身的学习，啊，这嘛是咱未来爱做的吼。活甲老，学甲老吼，再来第十二点吼，咱即个有关着即个身心障碍甲发展较慢的即个人受教育，吼，咱嘛爱甲注意吼。过去咱拢敢注意着一般人吼，但是对着即个身心障碍人，伊个即个教育吼，咱嘛爱特别注意。最后一点就是即个有关新移民伊个教育机会，啊，嘛是咱爱注意迄个甲保障吼，就是讲咱即嘛真侪新移民。因为种种的关系啊，伊来大多数拢可能啊中小学的学历尔，啊，咱希望咱互伊一寡进修的管道。另外呢，咱嘛要来开发着因的课程变成专长的所在。啊，即个新移民拢是真做咱台湾未来甲东南亚或者国家国民外交的真好的球员的。啊，咱就爱好好发挥着个专长，莫干呐想讲啊，因拢会造成台湾的负担个，其实伊嘛好一面。哦，咱就爱互伊当发挥着伊个专长个所在，较袂浪费着遮个人才。哦，以上呢，即是咱目前规划有十三点个即个具体个即个教育个即个政策哦。啊，当然未来还阁需要借助咱在做遮个东西个即个专长哦。啊，未来阁做一寡调整哦。好，以上呢，即是针对咱未来教育台湾个话，初步个规划哦。啊，唔知各位同心讲啥问题无？我想时间嘛差不多啊，吼，哪啥问题咱等下下课时阵、歇困时阵吼，会当再过来开讲吼。啊
安尼咱即节课咱就是讲到这，啊，感谢大家。